昨晚上的一场暴雨真的是让人心酸啊，欲哭无泪啊。走，我们上去看一下是怎么个欲哭无泪。你看这个白杨果，全部长地上去了。要怎么弄的？哎呀，怎么弄？怎么弄？走完了。你都看到心酸吗？这没什么的。开了好多花。这个体力活的，身上有一个地方是干的了。嘿，你要拿走吗？顶通这里了，全身湿了。哎不，哎着水了。这可以上来，这可以上来，这可以走的。就给我另外一个。这个竹竿也没有了，要去明天要去砍竹子。收工。不想收工是不行，没有材料。啊，收工回去了，这个不知道要顶多少天了，材料又不够，看起来真的心酸呀。走吧，你先回去先啊。哎呀，收工收工。我来搞一搞农民山泉。大概小小米的，这山泉好喝，你要不要喝？我不喝。上面有牛。哪里有牛？现在你还能找到牛？哎，这个好物。耶，这个螃蟹，软软的。刚退，刚退壳，生吃了，生吃。那么长，你看它那么小，是不是？把它放了，走吧。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菜哦。嗯，那回去找翁菜吃吧。嗯，那有菜就好。嗯。哎呀，啊，那你那个脚要不要洗？要啊。还要洗的。啊。
你吃我住住了，这顶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就下期再见了。下期还是顶棚啊，没办法，哎，这一场雨，晚上半夜12点多下了一场大大的雨，这里的话好像是今早上刚顶起来。好了，拜拜了，回去了，洗脚吧，你先洗脚了。